Okay, let's do it. Yeah.啊，我的宠物是绝对不能进我房间的。可是很多人都抱着宠物睡啊。不可能的，不可能的。他们真的是很有组织和纪律性的一家人嘛，尾随进了你的卧室。他想我离开。She wants me to leave. Of course, she would like. 我要试一下语感的感觉。She would like me to leave. 难啊，怎么有语法这么难的东西啊？他真的从来没进过，他们才会有这种试探的感觉。Estimates include.幸福惨了。完了，你完了，你今天晚上没法睡。全是毛，因为我很爱穿黑色衣服。然后真的怕毛毛掉了，我太怕了，我真的会崩溃的。哎，他在看镜头，他在看镜头，而且太聪明了吧。I'm gonna give you a challenge. What? That's your homework.Okay. Yeah. Okay, so the challenge is what is calling one of your friends or your member and using English to borrow something from them. Something like money, like something that is not easy to ask. So you have to use all your... Are you sure? Are you serious? Let's try. Okay, I'm gonna try. Yeah. Yeah, okay. Thank you for teaching. Oh yeah, good night, bye-bye. 绝了，太晕了。我的猫今天居然不来我身边，平时上课都来我身边，居然今天一个都没来，都哪儿去了？完了，大爆发开始了。喂！我就说一个两个怎么去哪？想走？哇！又刮我！哇！痛死了！喂！元宝，你又伤害我了！我跟你说，我不爱你。把你指甲剪了，不让你走。No expounding. My time and my experience.但是我就是趁狗睡着的时候才会干这件事情，才偷偷剪。
对，不像做了什么亏心事一样给他剪。你叫什么叫？你有什么意见叫？嗯，挺乖的他。好乖呀、啊！天哪！你是皇帝吗？啊，还需要被安抚是不是 ？Faded green and brown。又来又来又来，那想咬我是吧？我咬你！你这个逻辑太搞笑了，猫嘛不一样。越放假越要规律。哇，你一下就能起来。他对每天充满了期待，因为。今天打算做一个健康的早餐。你脑中有个公式，知道自己整个食物的热量，你就知道要做多少运动去抵消它。这两个牛油果，160克。其实这个牛油果肯定就有200多卡，它很高。鸡蛋140卡，面包240卡，草莓32卡，跑步半个小时消耗才100多卡。哇，那我吃这一顿早餐可能我要跑2-3次步。其实蛮健康的，这早餐吃热量高一点没问题的。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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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什么叫爆汁？我喜欢吃的一边煎的。我觉得早上是空腹有氧比较好，但他还好，是他吃的也不多。